是所有的菩萨有这个七种第一谛。那么有通有别，前面六种是菩萨与佛共通的，意思就是佛跟菩萨都有心境界第一谛，佛跟菩萨都有慧境界第一谛，佛跟菩萨都有智境界第一谛，佛跟菩萨都有见境界第一谛，佛跟菩萨都有超二见境界第一谛，佛跟菩萨都有超子谛境界第一谛。但是最后一个如来自道境界第一谛，唯佛有，菩萨没有。前六种是菩萨与佛共通的，而最后一种是如来自道境界，这是佛所特有的，不与菩萨共，不与菩萨共。接下来再简单讲啊，讲一下什么叫做心境界第一谛。刚刚我们讲修行的关键在开悟见性，正道不生不灭的本体，与真如心相应的第一谛，是这个心境界。菩萨自出发心以来，由于久远修习第一谛，所以能证入真如的本心本性，所修恒以真如的本心相应，这个境界称为心境界。这大业啊，三贤位啊，三贤位。那么三贤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也就是十信后的地前菩萨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啊，信住行相地嘛。第二种刚刚讲的慧境界，三贤位菩萨啊，因为证得真如不生不灭之心，以此心一直久修，以此真如不生不灭的心久远修习，故发慧，发佛的智慧，这个境界叫做慧境界第一谛。这大约啊，菩萨的初谛、二谛、三谛，所以菩萨叫做欢喜谛。什么叫做欢喜谛？因为见到真如，知道成佛有望，所以初谛菩萨叫做欢喜谛呀。为什么欢喜呢？证得不生不灭，得大欢喜，知道成佛有望，绝不会啊落入外道跟凡夫。这是慧境界第一谛。接下来从粗到细了，那接下来就更高一层的叫做智境界第一谛了。慧开了，智就明，所以这个境界称为智境界第一谛。笼统来讲，智跟慧是一样，但是细细的分，则智的层次高于慧，所以我们啊不称一切慧，道种慧，一切种慧。啊，为什么？因为智成佛是智了，不是慧了，所以我们说成佛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慧是破惑，惑就是无明啊，慧破无明啊。智则正真了，正就是真如之心了。慧可破惑，慧是破无明惑，智是证得真如。所以严格讲，智比慧更高一层。所以有时候慧是指菩萨的境界，而智是指如来的境界，也就是菩萨有慧，如来有智啊。但是在此呢，只表示啊智比慧的层次要高而已。所以智的境界大概等于四谛菩萨、五谛菩萨、六谛菩萨。接下来叫做见境界第一谛，这是第四种理第一谛。智明了则能见，能见真，也能见俗，真俗等观，平等平等啊。所以证得第一谛的人一定是很有礼貌的，为人谦卑的啊。哪一个世间人所有的礼节他都能够面面俱到啊，他不会说我证得圣果了就起骄傲的心啊，世间的礼一点都不会去啊轻忽。
有事也有理，有理就一定不坏事。所以啊，自明则能见，见是指见真，真谛的真，见熟，熟地的熟。真是指空，熟啊是指啊，哎，那么有啊，有就是缘起啊，啊缘起也是不坏缘起的，拥有真的空相，也不坏缘起的假象。所以以真熟俱见了，以真熟俱见了，所以能够真跟熟等观，明见无碍啊，明见无碍，那你就知道菩萨是很有修养的，证得第一谛的菩萨是绝对很谦卑，也绝对不会出口伤人，也绝对三业是完全清净的，他没讲一句话都是斟酌的啊，就像无量无边的啊众生来残害他，他也会方便的，用慈悲的心对待他。但是有一种没办法用慈悲心的，就是这有的人呢、就一直跟佛教作对。比如说来占用你的土地啊，出家人很吃亏啊，不懂得法令啊，买了这个土地又跟人家有纠纷，处理不了，人家看你的假财啊，对对，喝欺负啊，啊，快拧死了，拧死就有没拧死呀、啊？啊，你人家穿也不舍得，人家香呀，啊，可拼不赢伊，哇，你只安尼，我要拧死，我跟你讲哦，像这款物件哦，就走法律途径，出家人当然要保护常住户了。对不对？哎，说这个人呢、很恶劣、很恶质，一直在偷藏住的东西，想走法律的途径告。诸位当然要告啊！哎，出家人是什么的原因？那不可以的呀！啊，那软土生结呀、软土生结听不？能偷千苦啦！他们就软土生结，对不对？啊，出家人也因为也人家也穿也多。但变不赢一样，啊，就是诉诸法律。对不对？你该有的权利要行使，该有的义务不要忘记。出家人要行使自己的权利，也要行使自己的法律啊！哎，出家人不是用欺负假的呢，不是安尼呢，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了解，让这些极恶劣的众生呢、来告诉他，国家是有法令的，不要得寸进尺，该怎么处理就是怎么处理。有的人讲说，叔，卖该结恶缘，我第时该结恶缘，是伊要跟我结恶缘的，我第时该结恶缘，你嘛好啊，我要过伊就是不爱该结恶缘啊，伊就一直要找我麻烦，我唔免结，我唔免甲过。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所以说啊，我们没有什么错，一直找人麻烦，走法律途径，就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呢讲说，师父师父，菩萨讲慈悲啊，容忍啊，天下无不可原谅的众生，忘不掉。可以原谅的众生可以原谅，有的众生他不原谅我们呢、要不然外面为什么排两尊韦陀尊天菩萨、还有那个伽蓝圣众菩萨，不会那两尊在地外口的才假的哟，那就是要唬咱的法啊，对不对？所以出家人受到委屈，我建议你啊，该有的义务采取法律行动，就是这样子。你没办法，众生那个没办法讲道理的，只有用这个方法让他觉醒。接下来超二见境界第一谛，以有智能见呢、见已则能超二边的邪见呢、是有智则能见，见已则能超两边的邪见呢、永断邪网啊，入于圣智不动啊，
啊，证得无生法忍，这个境界称为超二见境界，超越凡夫的境界，超越邪小的境界。邪是指啊邪见，还有外道啊，还有二啊，那么小就是指小圣呢、啊，超二见境界大概是第八地不动地，所以第八地名如如不动之地，以其不为凡夫烦恼还有外道二见之邪见所动，所以称为不动。那是凡夫常常心烦意乱，所以很正常啊。在座诸位，要到八地菩萨才会达到如如不动，因为证得一切法无生哦。啊，所以啊，有很多啊女众啊，或者是男众啊，或者是法师啊，刚初学刚出家的法师，慧理法师啊，你修习佛道40年的，嗯，是的。啊，我请问你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这种心肝拢会杂杂呢？啊，不得不起拢起烦恼呢？啊，一直想起呢，无缘无故就生气呢，无缘无故就起烦恼呢？哦，啊，我找不到什么原因，也找不到源头呢？哦，要掠起来，把骨找无头，要斩无死，搁找无尾，真正唔知要安怎呢？啊，我就甲讲。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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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叫正常？八地菩萨才没有烦恼呢，你这几地啊，他说没有，我只剩下扫地，那扫地就会有烦恼。扫地，哎，心不会烦恼，八地菩萨才心才不会烦呢。你一定这心会烦，那正常。英文讲的 it's normal， 哎，很正常的，哎。非常正常的啊。接下来啊，第六点，离第一地，第六超直地境界。超直地，直就是佛子，地就是实地，超越佛子实地的境界，指的是什么境界？当然就是等觉的境界啦，直就是佛子啦。那菩萨实地都是佛子所行的境界啊，所以通称为直地啊。超直地就是超越佛子实地的境界，当然就是等觉后心啊，因为等觉已经超出啊实地之外，所以称为超直地。如来自道境界，这是为佛如来所自证的境界啊，不依其他实圣垢啊。有的翻译成如来自证啊，圣智所行。啊，其他的唐朝的译本呢、啊，翻译成如来自证圣智所行，或者是翻译成如来自道境界。简单讲，你听得懂的，就是如来自己独道的境界，不与菩萨共。好，那么我们这一段经文呢、啊，把它消文释义一下。消文释一下，复次大会，就是啊，接下来大会呢，我现在直接用白话文把它讲，直接消文释义，你比较容易听得懂啊。接下来大会菩萨有七种诸佛如来依第一义心。真如不生不灭的真如心所建立的智慧境界，以三贤位实信实行实回向菩萨以真如不生不灭相应心修行的境界，称为新境界第一地。第二，菩萨的最初初地、二地、三地，因为得到真如之心，因为还存少许的习气啊，久修就发慧的境界，称为慧境界第一地。第三，四地、五地、六地菩萨因慧开而自明的境界，称为自境界第一地。第四、第七地菩萨啊，远行地由智照了，见真见熟平等不二，超然远远远。是指离佛道还有一段距离，因
就是因为他见真见熟平等，决定可以引入娑婆若海，就是一定成佛的境界，叫做见境界，既见真又见熟，平等不二，叫做见境界第一地。第五，第八地菩萨超越凡夫邪小二见而不动的境界，而不动的境界啊，叫做超二见境界第一地。第六，等觉菩萨，因为十地菩萨接着就是等觉吧，等觉后心超越子地，就是十地啊，佛子十地啊，叫做子地啊，啊的境界，那称为超子地境界第一地。第七，诸佛为佛证得的如来自觉圣智所独到的境界，所独到的境界第一地，叫做如来自道之境界第一地。好，把笔放下来，看这里，为什么要建立次第，又为什么要回归当下的圆顿教？为什么如来如果没有建立次第，众生无可依靠，没有次第，你叫这些根气不够的人你怎么修行？所以要建立次第，你修四念处啊，啊，四正行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在经典里面讲法一定初步一定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修行方式，是为什么？佛陀在能结经讲得很清楚，有的人啊听到四谛法苦集灭道，毛骨悚立，太相应了，他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很受用，你讲圆顿教他不受用。第一个要尊重他，佛陀讲何以故，生生世世心徐故，因为生生世世是修四念处，他这一辈子碰到四念处内观法，哎呀毗婆舍那一下子就弃入，一下子就弃入。有的人啊修十二因缘，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喜有，小圣菩萨啊，诚实跟具色讲的十二因缘，跟大圣的讲的十二因缘是不一样。三世双重因缘，有的是一念十二因缘，哦，这讲起来真是复杂啊，真是复杂。佛教讲的无明跟西洋讲的无明又不一样，佛教讲的无明叫做一念不解，叫做无明，一念不解叫做无明，一念不解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根本无明是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这是佛教讲的。什么是无明？一念不解名为无明，西洋哲学里面无明而不是这样解释的，西洋的哲学对无明的定义叫做盲目的意志，叫做无明，盲目的意志，盲目就是我虽然很有意志，但是呢前面不是用般若智慧为前导，所以这个人就记起记起个乱七八糟，这个人很有志气很有意志，可是是软木欧北木，哎，这个做代志真认真哦，可是盲目的意志，哦，这个问题很严重喽。盲目的意志叫做无明，就是说这个人很有骨气，个人很有志气，啊，西洋人他怎么会有机会来接触佛法？也许有，也许没有。接触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中国传到韩国，传到日本，啊，那么上座部的啊传到
缅甸啊，那么泰国，泰国他们说一句的都不一样。西洋盲目的意志是什么？什么叫盲目的意志？每一个人都有骨气啊，每一个人都有志气啊，可是他很盲目。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有志气，为什么做起事情来都不会成功？因为他盲目。解如目，行如主啊，唯有佛陀。哎，五度是盲啊，五度是盲目的。般若才是真正的明眼人呢、啊，有开般若智慧为前导。简单讲，有智慧的意志，就是佛的心呢、啊。西洋人认为啊有意志，但是西洋人没有任何的机会啊。啊，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欧洲啊，一个大哲学家，他有学佛。他有学佛，经典不是认识的很深，他在西洋欧洲这个地方很有名，他常写他的哲学名言，哲学名言。有一次、啊、这个哲学家一进去房屋一看，哇，火灾一直烧起来，火灾一直烧起来。这个大哲学家一下子紧张，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紧张。哎，我到底是要从这个窗户爬上去呢？可是窗户紧闭，欧洲都会下雪，知道吧？啊，还有，我或者是我要从这个烟囱啊，你们看过那个欧洲那个烟囱一支很长的有没有？因为冬天都很冷啊，有一支烟囱很长的，或者是我要冲到烟囱里面，爬到烟囱上面去。爬到烟囱，说：“哦，这个烟囱太长了。”他非常的紧张，因为火快烧到屁股了。一下子烟囱不行，行不通。一下子想到，我到底要爬到窗户去吧？窗户又紧密，正在生死的关键，正在关键。他转一个身，转过来，哎，发现这个大门呢、啊。正面对着他，直直的面对着他，他就冲出去了，冲出去了，冲出去以后，里面呢爆炸，里面有一些瓦斯啊，怎么样子，爆炸，啊，他讲了一句很直截了当的话，哦，原来解脱这么简单啊，我体悟到了。这个就是说，当一个人，心很烦的时候，就是你心中这个家的火、啊、烧起来了。诸位啊，嗔心的火、淫逸心的火，就像森林大火，一发不可收拾啊！啊，广东人讲一发不可收拾，一发不可收拾啊！嗔恨心的火、淫逸心的火，就像森林大火啊，一发没有几个控制得住的。哎，这个哲学家体悟到这个，当我们心中啊的火冒起来的时候，贪火、嗔恨心的火、愚痴的火一烧起来的时候，一直想要去解脱它，怎么解都解不开，怎么就解都解不开，哎。这个哲学家告诉你，转一个方向，放下，单刀直入的放下，解脱之门就在你的前面呢、啊。那个解脱之门就在，转个弯放下，直接冲出去，你就不会被火烧到。贪心放下，嗔恨心放下，愚痴的心放下。哦，这个哲学家说，原来解脱这么简单。放下就解脱了，哎，就是这样子。这个故事你听得懂的话，你等于都不烦不乐啊嘞，你回去就没什么好烦。原来解脱这么简单啊，是不是？转个弯，一个方向直接冲出去，放下就是安了。
干干单单啊，干干单单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这么简单。难就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就是难在啊，习气难断。那习气很难断的。我讲一个故事，佛有一次没有水，托钵以后呢，就来到一个地方。你说，听说那个老婆婆啊，这个村庄给老婆婆有水，这个佛陀呀，具足威仪，来到这个老婆婆的前面。听说如来要水，这个老婆婆满心欢喜的这个出自经典，满心欢喜的拿着水冲出来。冲出来的时候人家是供养佛，这个婆婆不是，她把佛抱起来拥抱，要拥抱着佛，没有人敢抱着佛的。这个老婆婆抱住佛，阿难在旁边一直阻挡，他说不可以啊，这个是三界导师啊，无上的圣人啊，你怎么可以抱着佛？释迦牟尼佛就叫他说，阿难站旁边，等一下再告诉你啊。这个老婆婆就很高兴地拥抱着佛，拥抱着佛，抱着佛。这经典还第一次看到佛被拥抱了，就被老婆婆拥抱拥抱以后这个老婆婆满心欢喜啊。这阿难就问佛说，世尊何以如此？这个老婆婆看到你为什么还拥抱呢？佛陀就告诉他，此婆婆生生世世为我母亲，爱子心切，习气犹存，所以看到如来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以前的习气一直存在，执着这个儿子，所以见到如来拥抱还不能阻挡他在经典里面讲说，阻挡他气由顶门而出，此老婆婆气孔流血而死，所以不可以阻挡他，不可以阻挡他这是佛祖一教地会的这样。我若刚经了我靠来十外慧律法师，你是我顶世人的囝，来阿母摸一下，我靠来这么多一拜十外哪那么多，这阿母有这么多就我也没有神通，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再来这个习气难断。在第二个故事，有一天如来跟舍利佛，这也是经典的一句经典的，如来跟舍利佛出去游行，突然天空当中那老鹰追逐一只鸽子，老鹰追逐一只鸽子鸽子你知道昏叫鸽子，老鹰那个爪子很长的那个老鹰在天空要抓这个老鹰要抓这只鸽子要吃吗这鸽子非常的恐慌，非常的恐慌，结果就这个鸽子就落地在这个舍利佛的影子的旁边，舍利佛影子的旁边，虽然没有被这老鹰抓去吃了，可是这个鸽子受到惊吓很严重那鸽子就还站在舍利佛的旁边影子的旁边，这个鸽子一直颤抖，发出恐惧的声发出恐惧的声音。如来走过来，这舍利佛就退了如来走过来，这个鸽子就投影在如来的影子，这只鸽子突然之间心像入定一样，完全没有一点畏惧，完全没有一点畏惧，得大安稳，得大安稳，得大安稳。舍利佛就问佛了，我也是证圣果阿罗汉啊，如来也是证圣果阿罗汉啊，何以这只鸽子飞来到我的影子还颤抖恐惧的声音不断呢？
而到如来你的影子的旁边呢，这只鸽子就不会发抖了，是为什么呢？如来就开始他你虽正圣果啊，维系的习气尚未断除，如来三业最极清净啊，习气烦恼无明烦恼完全断除，所以这只鸽子呢在如来的影子的旁边得到大庇护、大慈悲心、大加持，所以没有任何的恐惧。所以师父 刚讲经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联合以善之事同哭，也不要以大愚痴的人同笑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心如果达到慈悲的境界，天地万物都会自然的依止他，依止他那么剩下十分钟我们来讲一个重点，就当作今天我们的结束。今天最后一个用十分钟来做一个完满的 ending 就一个完满的结束这个问题是困扰很多人，很多人出家人也问在家也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出家人能不能顶礼在家居士？能不能？出家人能不能顶礼在家居士？我们佛学院都请了很多的学者来教育我们，在家居士成就的也有，绝对有。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有没有经典的依据？好，我们出家人除了出家众教授师来教育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请在家居士，因为他经教比较通，久修的居士来教育我们出家人。现在就讲什么是理第一谛跟四谛一谛，什么叫做圆融。出家人能亲近在家居士，那能顶礼居士所谓的老师吗？台湾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去亲近一个所谓老师，而出家众到那边竟然跟他顶礼，竟然跟他顶礼，这个出家众一定没有看过戒律，他绝对没有看过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祇律、十诵律，不知道出家人该有的礼节到哪里为一个合适可而止得宜的礼节。在座诸位，我们先讲佛在世的时候有两尊佛示现，一尊佛就释迦牟尼佛，第二尊佛是维摩诘居士，示现居士一佛出世，千佛护持。这经典维摩诘经你这看得很清楚，出家佛是释迦牟尼佛，在家佛是维摩诘居士。在座诸位，维摩诘居士见到佛照样顶礼，这个不可以执礼废事，说大家都是正悟的圣果，平起平坐，这样会坏了四相。开悟以后，就三纲五常伦理就没有四相吗？很严重的。四现的四相必须要建立在次第，我们今天就讲体相用因缘果四根理一定要建立在次第，没有次第就没有伦理。经典非常清楚，释迦佛现出家众，他绝不顶礼维摩诘居士，而维摩诘居士看到佛一定顶礼。现在台湾有一些在家居士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他每次讲这个维摩诘经就非常的自负，因为这些居士就自己认为自己是维摩诘居士。然后啊，你看维摩诘经里面讲的啊，什么什么舍利弗啊、目犍连呐、啊，啊都不堪呐、啊，来探望维摩诘居士这个病，因为被维摩诘居士问到啊，无话可说，他们就自己这个在家居士就认为自己我是维摩诘居士，所以在这出家接近40年里面，我看到了一些，当然是少数的在家居士，真的那个狂妄到你不晓得该怎么去形容他。你讲我们学习维摩诘居士不敬佛，哎，不敬法，不敬神，他就是维摩诘居士。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了解事项来讲，必须建立在制定。我们不是说在家居士不能有所成就，在家居士成就的也很多，也有不在少数。那出家人应当怎么样来礼敬教育我们的在家居士呢？出家人对在家居士，如果他是我们的老师，有恩于我们，仅止于合掌低头问讯，内心无比的恭敬感恩。如果说今天出家众披着袈裟，袈裟是出家人叫做福田衣用，在家居士叫做白衣用。今天你不看佛陀的戒律，菩萨戒你看一下，怎么可以披如来的袈裟福田衣去典礼白衣？你根据什么经典？我们说在家居士要修福，修福，你现在颠倒了，福田剃福田衣去典礼白衣。在座诸位啊，法要灭的时候，白衣上座，白衣说法，出家人呢、啊、在台下，法要灭的时候就是白衣上座。这里就要好好的勉励出家人了、啊。现在的在家居士啊，经教越来越强了、啊，我们出家人呢、啊，也不能说啊，单方面的要求，你要敬佛、敬法、敬僧，你要供养我，哎，你要给我多少钱，你要礼拜、要恭敬，出家人不能这样讲的。人家对你的德性、对你的弘法、对你的修持认同，自然就跟你顶礼。所以不可以只论理不论事项，事项必须建立在次第。维摩诘居士示现他也是顶礼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居士修得好我们随喜赞叹，如果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多合掌弯腰满心的感恩。这个就是到此为止。接下来慧律法师，你说法有依据吗？有，我现在就是要把依据讲出来。出家披福田衣不可以顶礼白衣居士，我现在就要把这一段念出来给你听。不可以违反佛陀的戒律，出家人要有骨气的，不要觉得说我很谦卑啊，啊，学无老少，达者为师，用自己的角度解读，坏了佛的正见，坏了佛陀的戒律，你有罪。出家人也不能狂妄，还是要谦卑，但是佛制定的戒律你必须遵守。接下来我们在菩萨戒里面有讲，我这一段是在剃度的时候有所依据的，我把这一段简单念一下，剩下5分钟。说善男子，如今剃发出家要发广大心，就是发广大的菩提心，剃度出家以后要上求佛道，要下化众生，若能如是，诸佛必定降临加持，以法的甘露流入如心，永为道种。因为开摩诃般若智慧，出家要精勤，
要修习，修习三藏，要洗脱尘劳，不要太接近在家居士。出家众跟在家居士有一定的距离，不急也不离，以礼仪送之善。刚出家要多多的诵经，要多多的礼拜，要回向父母，因为有父母我们才有今天一年来出家，以行道之福来用报国恩呢、啊。所以说出家人是真正的报恩，因此这个报恩一定要报佛的恩，一定要报父母的恩，报师长的恩，还要报众生的恩。一切出家在家都必须报佛恩，所以这就根据了。所以度人经这么说，流转三界当中啊，恩爱不能脱，脱就是解脱了啊。你流转三界，这个男女或者是父母或者是父子兄弟姐妹，这个恩爱很难去摆脱。弃恩入无畏，真是报恩者。弃恩入无畏，无畏就是佛陀所讲的法，让一切出家众令心无畏。无畏也可以另外一种解释，让众生没有恐惧感，就是出家众具有慈悲心，让众生没有畏惧，也叫做无畏。所以弃恩，放弃父母对你的恩，来进入出家众这个团体，出家众叫做无畏真人呐、啊，真是报恩者，这才是真正的报恩。简单讲，出家人才是真正的报佛恩呐、啊，报父母恩。当知出家之人、啊、高超俗情，应当知道出家人高超俗情，俗情就是生灭了，世间的世俗之情，这出家人、啊、高出超越一切世间生灭之情，唯是福田、啊、这是世间人的福田、啊、所以我劝导在家居士说，这个出家人有修没修，你暂时搁下，你就顶你那一件福田衣，你就有福报了。顶你他身上那一件袈裟，那是佛制定的。当知出家之人高超俗情，为是福田。接下来就更重要了，国王不得而臣，父母不得而子。国王不可以称出家人为大臣，因为他只可以拜出家人为国师。父母不得儿子，父母不可以再把他当作是儿子了，因为他已经是释迦牟尼佛佛子了，是佛弟子了。反过来，父母要顶礼出家的儿子。反过来啊，自古以来只有国王拜国师，国王要顶礼国师，没有那个国师出家人去顶礼国王的。国王是世间人、啊、国王不可以说你是我的大臣。君臣君高嘛，臣子位置比较低了。现在要反过来，国王要拜出家人为国师，父母不得儿子，父母比较高啊，儿子低等。现在出家不一样，超越一切俗情，现在是佛陀的弟子了，所以父母反过来要顶礼儿子了，啊，堪受人天恭敬供养，堪受人天恭敬供养哦。但是在这里、哦、要勉励出家众哦，这个念头哦，我们说哎，你要供养我，你要恭敬我，我跟你顶礼，这出家人不能有这个念头。这个是指在家居士啊，事实如是佛，要求大福田，是告诉你出家众是堪受人天恭敬供养的。是故出家着袈裟衣，注意听啊、哦！是故出家着袈裟衣，不可以再向国王父母作礼，不可以向在家白衣顶礼，不可以向父母顶礼。
何况其他人呢？应当最后应当啊，出家众啊，要念父母要生你，生你养育的恩很重啊，啊，现在啊，要最后啊，辞亲脱食，辞亲脱俗，要报父母恩，出家众剃度到最后，一定要带去礼拜父母，最后啊，还没有剃度前，要先带去啊。这个辞亲脱俗啊，报父母恩，顶礼三拜，最后再来剃度。剃度以后就不可以再拜父母，国王不可以，何况白衣呢？所以在座诸位，在座诸位，我所讲的都有根据的。那些披着袈裟出家人向所谓的白衣老师顶礼，这个比丘或者比丘尼，这绝对没有看过佛陀的戒律，我敢百分之百这样讲的，还违反佛陀的戒律，而且自己解读啊，那学无老少，达者为师，要就常常讲，常不清菩萨看到每一个人都顶礼。诸位，如果你是常不清菩萨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不要举一个例子，两个例子，少许的例子就搪塞佛陀整部的戒律，不可以的。很多的出家众或者是在家居士，在家居士啊，就是我是维摩诘居士。我在座诸位啊，你有维摩诘居士的神通吗？你有维摩诘居士的能耐吗？不可以说啊，经典这样写，你就把维摩诘自居，也在让在家居士啊，让高高在上出家人去顶礼他。还有的人三宝在世，三宝在世，自己白衣为其他人呢，自己办皈依，自己还传菩萨戒，在做做三宝还住世啊，敢这样做？他自己还自己说啊，自己是唯一的大圣孤子。说自己的体会比孤子就是单独了，没有人境界比他高，唯我一个人呢。哎呀，大圣的究竟只有我体悟啊，我太孤独了。这个就是没有看过戒律了。出家众又有骨气啊，在家即使越来越强啊，经教越来越强。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啊，剩下一分钟，我就告诉这些在家哦，我出家众一定要自己要有骨气啊，要听经，要闻法，不要用自己猜的，要依据佛讲的戒律经典，不要自己想象的，不可以的。所以最后告诉你，有人问出家众能不能顶礼白衣，不可以，违反佛陀的戒律。好，也是主办单位叫我讲到五点了，是不是啊？他们说，第二年三，第二次的三年啊，三年啊，你们主办单位赶快去寻找吧。啊，我三年讲完了，我也老了，左三年右三年，啊，我哪有那么多年呢？啊，我再讲两年哈，再讲两年啊，啊。可以请诸山长老上台啊，哈，或者是请我的徒弟啊，法仙师父啊，他政治大学毕业的程度也很好，请我的这个法无师父，我这个法无师父是实修，非常了不得，孝顺，百依百顺，啊，很能吃苦，啊，法仙师，法无师，那么我内举不避亲呢。啊，诸山长老，如果你有能力，也可以上台了。啊，好了，对不起，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回向道海律师，消灾在座诸位法师，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回向此次义工。出钱出力的义工，无尽的感恩，一起念：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下课。谢谢，非常感谢长老精辟的演说，让大众领受到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的华喜。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长老。佛学讲座功德圆满，大众请起立。礼谢上会下律长老慈悲说法，行三问训礼。一问训，再问训，三问训。恭送慧律长老暨高雄文殊讲堂常住法师，请对面站。让我们用法喜的笑容，加上持续不断的掌声，表达我们心中的感恩与赞叹。慧律长老上气诸佛之礼，下气众生之机，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要将深奥的活理向成千上万的信众宣讲，这实在是很辛苦又很不容易。再次用掌声来赞叹长老，谢谢长老。今天这套演讲光碟将会散播到全世界各地，长老已分身无数亿，法音广宣流之之，任运视线，无远佛界，二六十中都在为众生说法，利益众生。感恩长老为佛教、为众生尽行受、献生命。敬祝我们尊敬的慧律长老福寿广真言，住世利人天。祝福各位未来佛夜尽晴空，早登佛国。阿弥陀佛。大众请面向佛前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请依序出班。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